大家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，我们就说下面一句话。先听读两遍。那是微不足道的礼物。那是微不足道的礼物。这是阿拉伯面说一个保皮答案。微不足道，什么鬼的哟？微不足道，하찮아서말할가치도없다，보잘것없다。微不足道，보잘것없다는뜻입니다。礼物，礼物，선물。그러니까그것은하찮아서말할가치도없는선물인데요。그것은보잘것없는선물이에요。이런뜻입니다。那是微不足道的礼物，微不足道。微不足道，微不足道，微不足道，微不足道。好，最后这里边，那是微不足道的礼物。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就说这句话，下次再见。